县武鼎祖，你伤我，爱伤我，咱祖若有历史，甲伊地灵有山风云，我方明有专家，国际观在地经验，提升四龙工商甲科技建设。十八镇乡里，选好人才行着路，家己一定大进步。选方明的实现，家己一定大发展。党派放一边，为民争取福利。政治放一边，平民才会出头天。只要改变就有希望，只要坚持民意胜利，大家支持好人才，有方明当选，当选，当选，创造家己新未来。你问我最爱的旅游胜地在哪里？我的唯一选择只有在嘉义，因为最爱看那日出东方阿里山，也惊艳五期宜林铁拼世界遗产，超高人气高又长的太平云梯，永远高高挂着微笑曲线在那里。嘉义平原物产丰饶，盛产那番茄、甜瓜、有机米，还有那些柳暗花明桃花源地，让我一一告诉你：渔人码头、天空步道、米兰小镇、可可彩屋、万国戏院、布袋渔港，还有那高跟鞋教堂，都是放松舒压的美景山林。怀古寻幽、漫游步道、小城故事、寻根当年，再再让我们情感都紧紧相依。说到日式洋风，小镇在铺子配上蒲猫、红白花柚子，嘉义还有最顶级的高山茶香，也伴随着国茶文化拼世界第一。你若想寻求刺激，等农历六月底，大家一起押会订来火灯夜巡，参加限定百年文化季活动，就来全台独家看神鬼传奇。黑水虻养殖，促进循环经济，创造资源蛋白利用，提升环保产业新契机。台湾北回归线有顶住，你伤我，爱伤我，咱祖若有历史，甲伊地灵有山风云，我方明有专家，国际观在地经验，提升四龙工商甲科技建设，十八镇乡里，选好人才行着路，家己一定大进步，选方明的实现，家己一定大发展。党派放一边，为民争取福利。政治放一边，人民才会出头天。只要改变就有希望，只要坚持民意胜利。大家支持好人才，有方明当选，